咱拍开撇鱼吼，撇鱼即个个诶五十一粒。沿岸要研究的吼，沿岸要研究的哈，咱有些地方。现在这个注意哈，科目就是这个往生弥陀净土，这个就叫讲西方净土，啊，甲这个弥勒净土，当然是叫讲倒数净土安尼。到底这两个净土是对一个较困难，啊，对一个较容易，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分析容易较困难的比较安尼。哦，现在就是要分析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对这两个净土都有很大的争论啊。那咱卖出现就无争论了，我讲你敢听无？我若无出现就无争论，就是因为咱现在有特别的强调这个弥勒净土，现在有足大的争论啊。现在先来对咱个分别两个净土的共同点。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讲两个净土的不共同点安尼，安尼分析起来应该大家都会知，因为难易吼一定爱了解伊的共同甲不共同。但是两个净土不共同点的，咱第一个分析弥陀净土为大乘不共土，好、哦，安怎吼？第二就讲弥勒净土为凡圣同基土安尼，叫做共土安尼，吼、哦。先按呢来分析，应该就知影。但是我今日要讲的，作为我的分析，互恁听了好详细安尼。这个灵日刻伫法界卫星内底放出来。我今日有哪讲几句话？如果若有其他的人伫法界卫星听到这个问题，吼、哦，这个两个净土比较，伊若感觉心内无欢喜。啊，即伊在追究，追究看是毋是经典讲的是我分析了有对无？我是已经来改义，还是我家己想的？如果伊那是心内无介欢喜，直接敲电话来含长照法师约，明日讲堂的门开开，请您来含我研究安尼。我将为工作证，安尼我讲安尼知影吼。来向我研究，看我对一点唔对。啊，那是我咧分析起来是对的话，就是要带动，还要去西方净土的人，伊实在，吼、哦，譬如讲我今日就要来去西方，啊，我即马就以西方的这个经典实在落去知影，啊，实在落去修完咧，吼、哦，安尼较有实际会当往生西方净土。但是法师。那是讲我安尼分析起来都对，即嘛以后唔通搁再讲偏差，因为偏差是害家己，搁害其他人。你当然爱担这个罪业的因果呢。如果我安尼分析起来都唔对，我会担这个因果。好、哦，安尼就是以我见义解义，安都不对。啊，如果那是对，我希望再要带人去西方，会再发书。讲讲好对，讲好对呢，在众生是在修，安尼较真真正正会达到弥陀接引安尼。如果条件未符合，当然就无可能接受，接受人接引。如果合法，要往生西方人，伊个条件都含西方，而即个三经内底弥陀经、无量寿经、甲观无量寿经，安尼都有适合。当然，即个就无讲好人。一定到时间到，就得西方三圣来接引安尼。所以我希望咱即马共同行，各有志气，各有因缘。但是最好修行学佛的中间，真真正正莫浪费时间，啊，下当落实安尼，这个是较重点。所以即马除了咱现场在几位听了啊，那么法界有啥帮助？希望在法师在修西方净土的人。家己消化慎重注意一下，吼、哦！啊，那有唔对，来向目研究要紧安尼吼，安都上好啊，吼！即马即个爱注意哦，因为经义、经义，咱爱讲会出来。我特别是讲，因为经
啊，你讲的文无下经，安尼袂使着。经的文，但是说法者要弘扬这本经，要弘扬这个文，这个法文，一定爱注重这个义，讲含这个经的符合，安尼较袂害家己，佮害众生安尼。哈、哦，我即马比如讲，我干那一句念佛，到底迄个义的讲法是安怎样？一定爱家己探讨清楚。唔通干那一声阿弥陀佛，两声阿弥陀佛，不是这个样子。安怎样吼？不是这样，念佛唔是干那安尼尔吼。那么，今日咱即马来注意哈。那么阿弥探讨这两位、这两处的净土往生的因缘比较的进程，咱即马先来看。我今日大家，即我已经讲过啊，我请。电视头前听到这话的人，你先来看一本叫做《佛说无明经》安尼，哈、哦，因为它会当认识西方极乐国土含咱这个娑婆世界现阶，而这个时间空间的对比安尼，好、哦，先去看一下，啊，再来开嘴安尼，哈、哦，有那个给弘扬西方的人。有哪去了解一下、哦、这本经、啊、你去看一下盖生在这个观五观六下认识其他佛国的时间一下、哦、你今天若是有看准佛说无明经有哪会当了解西方极乐国土的时间跟这个娑婆世界的时间以及还会当认识其他佛国的时间、哦、这样才会当适合你更加了解咱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极岁寿命等于他方世界灿烂的，哦，灿烂了。那么佛说无明经有讲安呢？讲什么呢？因为内容内底起点这句话：逆时诸比丘，别佛言：世尊，世尊，如是诸佛如来所有寿命中断定化呢？这个就是比丘问佛陀。经文就是安尼哈，经文讲到底十方诸佛，而这个寿命到底长加长啊短，安尼差别偌济安尼？这个是比丘问的，但是佛告诸比丘，逆定短停，同为逆算。比丘，我处娑婆世界现劫，释迦牟尼佛国土，无安乐世界为一日一念。哦，若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国土，哦，一劫定以哦迦叶同世界为一日一念。那么若迦叶同世界水金刚佛国土一劫定以不退轮方世界现快光明波陀摩。普贤如来国土一日一念，但是不是安尼尔，佮接下佮真侪国土，这点我得较感兴起来。那么这个问题，我用白话解决。好，现在等下，因为 BQ 问了后，这个佛陀佮个 BQ 讲，讲你先嘛注意听。迄个佮我佮你讲安尼，哦，当为你算，伊讲 BQ， 咱这个娑婆世界现劫，哦。就是等于释迦牟尼佛的国土，因为咱这个娑婆世界，咱的教主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国土哦，会叫做安乐世界多，一暝一日尔呢。好、哦，那么这个如果安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好、哦，安乐佛的国土一劫。搁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国土，叫做迦叶同世界，拄啊一暝一日。哦，那安尼个看起来呢，到底虚空中偌济世界唔知影哈、哦？如果迦叶同的世界翠金刚佛的国土一劫，等于不退轮方世界现快光明，毗陀摩复心如来国土一暝一日安尼。安尼你个想法，咱只有悲哀可怜，我不都知影。哦，因为娑婆世界
这个是不是分析过主生气灭，安尼叫做一劫。今仔日咱这个世界叫做现劫安尼，但是头前迄个叫做过去，叫做庄严劫。迄个过去，迄个地球叫做庄严劫。啊，那么这个地球现劫呢，是判决了未来叫做成熟劫。哦，这个是应该注意，伫这个上生经内底都有看过。那么今仔日呢，咱即马来甲讲现劫，一劫分作四种劫。就是行诸坏空，但是每中劫有二十小劫，是小劫由一生一劫所成的数目。我亲像下面给讲，譬如讲，咱这个小劫的中间都有一个正劫和中劫，但是咱这个世界人寿上界悬的是八万四千岁安尼，这个拢已经讲真一遍了。但是这个安怎算出来呢？就是等于八万四千岁。来改生生一百，安怎讲生一百？因为咱这个世间哦，人寿那是增加，等于一百年加一岁，啊，搁再一百年加一岁，哦，这个用这个一百来算，唔过有一增一减，还搁甲生做两安尼，哦，一增甲一减生做两，等于拄啊好偌济呢？拄啊好。1680万年，安尼叫做一小劫，安尼哈，知影吼？但是由这个1680万年成八十，安怎开成八十？因为一中劫二十，啊四中劫成诸坏空，四中劫多八十小劫，所以这个八十小劫用1680万年加成八十小劫，等于一亿。34400万年，好、哦，迄、那个，这头顶只有三六个零，等于娑婆世界生存的时间，好、哦，这个，但是如果这个是如果哈，这个是我家己想的，如果那是以24小时来个计算，娑婆世界是小劫到1680万年哦。等于西方极乐国土的世界到18分之1尔，一个怎啊？用二十四点钟算，哦，咱遮一小劫迄个所在到18分，但是一点钟60分，佮乘24点钟，拄啊好1440分，1440分拄八十，注意，安尼你甲算看卖，哦，拄啊迄个18分。多等于一小劫，西方净土一点钟内底的18分啊，用24小时安尼的，这是如果哈，这是如果，安尼你甲看，一中劫18分，啊四中劫咧，18小时啊，安尼你甲看，咱家行诸坏空，四六二四，啊是不是多六十几分呀？哈、哦，这个18分成是432，啊，41是不是都要70几分？咱家行诸坏空，等于西方净土432都要72分。啊，那咱就有比啊，有无？就是想看咩啊？哈、哦，凡是佛教徒拢知影。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吼、哦，拢有这个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这概念，这个就出在这个净土的思想内底了。但是这个净土思想当然是佛得灭了啊，当然在佛经内底伊就介绍西方净土，哈、哦，有阿修罗的净土，有这个药师如来的净土，所以。佛经内底既然有介绍多处的净土，当然这个净土思想，这个阿弥发扬出来经典都记录啊，这是对。不过这个净土思想佛得灭度了后，大概在这个公元2-3世纪的中间，印度有几位圣者修仙发扬啊，哦，当初。谢钦菩萨
做迄个往生净土论，龙树菩萨主张有十方净土，十方皆有佛国的净土。啊、哦，只要随众生即个因缘根基，你若认真要修正，安尼拢会当往生安尼。会记着有十方佛国皆有净土。迄、那个伫阿弥陀经的后壁，迄度写着，安怎样？你若是有愿意，比如讲，我即马要来阿修复讲，我若认真功德回向阿修复讲，有那会当去阿修复的世界，接受阿修复甲金色如来教养。如果我若想讲，我要来琉璃净土，我按照药师经要去修，我有那会当去药师净土。我今仔日如果要来去倒数落因。我按照上生经来去修，来去回向，安尼我八日必定是得弥勒菩萨接引。如果我要来去西方，我按照信愿行三诸行，看西方内底这三品九生的这内容到底是啥怎的。我若想讲要来上品，我按照上品法来去修；我若是要中品，按照中品来去修，功德拢总完全回向。有一天。阿弥陀佛，我的条件会符合。阿弥陀佛绝对有义务来给我接引啊！吼、哦，这个是安尼，十方净土拢会当。但是真来这开人讲，只要随众生这个根基甲因缘认真修正，安尼就当往生去。吼、哦，但是今麦搁再换一个话题，因为这个东汉灭帝以后。这个东汉明帝的什么人？伊这个明帝叫做老庄，哦，因为伊这个拢总是这个行务，唔是这行，就是拢这个老帮的后事。所以这个老庄，信明汉明帝，望去金人，啊，所以即马佮派蔡瑁出使西域去求一寡扶持。但是公迄、那个时阵是公元65年。后来呢，这个蔡瑁两年后回国，还佫带一挂迄个印度的这个修行者转来来咱中国人，所以现开始佛经佮律俗传入咱中国安尼。哈、哦，但是净土的思想，佮准伫迄个所在传入来，一旦到佛经入来，那么当然这个净土思想，比如讲弥陀经，哈、哦。啊，这个个无量寿经，啊，加这个个佛说讲无量寿佛经，这个都陆续传入不了，这个净土思想才开始发展了呢。哦，但是民间的信仰有那渐渐变化，按我讲的先啦，当时人间的信仰是干那信道教呢，信咱中国古有的这个道教的思想，哦，啊，加这个孔孟思想啊呢。所以咱中国古有的就是有一个道德，就是这个个道家，啊加这个个孔夫子这儒家，这两种思想。但是不是安尼尔，因为啊个伫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啊个诸子百家，所以这个较产生各种的这个思想，受到因的影响。啊，所以大多数是信仰道家，有哪真济安尼，比如讲这个汉武帝伊的信仰道教，吼、哦、啊汉武帝信仰道教，到尾吼这个当中书讲，你若是将来要抵抗，你一定爱以儒家思想为做根本信仰安尼。迄、那个汉武帝当时都变，这个在历史里诸地通鉴我有看个真清楚安尼。吼、哦，因为信无佛教，佛教就是这个后壁东汉的时代较引入来，现咱中国的思想。信仰思想才开始变，加一个佛教通好信啊咧。哈、哦，但是当前的时代啦，哈，道安法师，哈、哦，因为这个当前的时代是啥？就是汉朝灭了，汉朝灭了，现的时晋朝，司马炎统治中国，迄个时阵叫做东晋，后壁叫做西晋啊咧。哈、哦，历史看卖啊哈，但是道安法师。他出世在公元385年，他在那个中间、哦、不是出世啦，他在385年完结了、哦、道安法师、哦、他做的修仙，因为有这个净土思想，有这个切头去看，
所以道安法师引导一挂弟子专修弥勒净土，这个头前已经有注意介绍过啊，是不是有介绍过？甲董贤宗吼，甲慧基大师，啊，甲这个戒贤大师，这头前拢有讲过。但是道安法师哦，伊是修弥勒净土的。那么这个道安法师的弟子，一个叫做慧远，这个慧远伊是极力弘扬弥陀净土的。迄个时阵，西方净土就对这开始。吼、哦，啊，那是道是净土，是对道安法师开始安尼。我即马讲的这历史是非常健康啊，但是因为慧远伊极力弘扬的关系，吼、哦，所以呢，自从慧远以后，一直弯讲的慧远，西方净土信仰比道是净土信仰较盛行伫世间呢。因为安怎呢？道安法师结束了，就无人弘扬啊。伊个地主完全弘扬弥陀的净土安尼，安尼所阵弘扬起来，所以这个净土宗的初祖就是这个慧远大师安尼。吼、哦，安怎样吼？但是到这个初唐啦吼，因为咱头摆去讲的这个是东晋时代，啊变化了到这个唐朝，唐朝个基础唐就是迄个什么魂的迄、那个唐太宗、唐玄宗。啊，甲这个个啥物人呢？迄、那个武则天迄段时间就对，迄、那个叫做初唐。安怎样吼？初唐的时间，曾有出现一本叫做《净土十二论》，对头前遐，咱讲过迄、那个珍贵也毋甲破过遐，啊，甲往生安乐经，以及《净土论》问世以后，都是净土这个思想更加没落安，所以无去，互因这三个。为做这个论，诽谤道士净土了，这个道士净土准没了，准无人去信仰，因为这戆人家己无要看经，啊，听这三个，吼、哦，迄、那个道绰啦、徛斋，这两个啊，甲净土论十二论的第七句呢，所以看看呢，大家拢无要去甲追究经典，啊，互因这三个人所害。这是因缘啦，这三个人害着就对啦。然后呢，这个道士思想都没落。好、哦，为什么？因为这三论的作者因为偏爱西方净土，这句话就是等于这个个印顺德说讲有心人为做安尼。好、哦，在有意无意中将道士净土这个思想啊，甲变去也真是给答案。哦、但是道士净土的思想另一方面的没落的这个原因，就是历史上有一些政客，政客怎样、哦、政客啊，不是真正在为着政治、哦、那个政治是什么叫做政治？政就是众人的工作，治就是管理、啊、那个政客就是利用政治啊，要来提出个人的这个益处，迄、那个叫做政客安尼。好、哦，为着名，为着利咧，这个伫政治圈内底咧去制造问题，迄款的人叫做政客。哈、哦，张宝有看到一个口音的哈，讲、哦、我们现在的国家政客太多安尼，我们的国家现在政客太多。哈、哦，张宝看到一个口音的是无？所以这个道士净土思想没落的原因，就是就历史上一些政客利用新道出击啦。新道出击是什么会？就是那个胡乱开刷加胡乱，安怎样吼？啊，加用着这个投机来去引起鬼的显化呢。所以准伪造一部经典安尼，吼、哦。但是因安怎为着经典，伊用弥勒下生，天下太平为号召，吼、哦，所以来如协群雄，来满足一个人的这个政治欲望安尼。这几句话看有吼，吼、哦，啊伊也毋知鬼也是神，啊鬼神嘛毋知影，啊则利用这个出击得着，像乱弹啦，一贯在开刷啦吼，啊是迄个啥呢？新弹的胡乱。黑龙江西啊，
但是东条武则天就是其中一个，听无？伊讲弥勒下生，天下太平。所以武则天伊自称是弥勒下生的，所以叫伊雕神一个，做一本经典叫做《慧》《慧武经》。我记得改成安尼哈，吼、哦，做一本《慧经》，讲伊本身就是弥勒下生的安尼。这个武则天就是有做一本经安尼，但是有董继宋。东条甲宋条，啊，佫有真济民初以来甲民间的信仰，哦，东条甲宋条即经过几啊代，佫再来啊，佫有真济，哦，啊，佫民初以来，就讲对民国以来民间的信仰暗中有哪有一个大变化，大变化是因此造成一挂人对于弥勒的信仰吼产生着错觉，哦。也导致一挂大师唔敢弘扬安尼。安怎讲？即个后壁即段讲，所以即个就有呐没落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是当前咱台湾的即个净土信仰，啊，甲西方净土信仰大部分的人，啊，净土信仰就信仰西方净土，有大部分的人叫做弘扬，所以呢，信徒愈多。安怎样吼？唔过一贯道，先话咱要甲咱转民初以来一个一贯道安尼。这个一贯道传道的法义，虽然有弥勒的色彩，吼、哦，伊自从弥勒甲叫做弥勒祖师，甲叫做金刚祖师安尼。咱这道亲应该知影，因就敢变做安尼。啊，搁再讲现时弥勒下生。青阳旗叫做无量寿佛，红阳旗呢叫做阿弥陀佛，现时叫做白阳旗叫做弥勒佛，叫做弥勒祖师下生，奉着老母勒老母娘的命令，要来开龙华三昧呢。这个乱七八糟、胡说八道，俺听无一个依据，迄就是用开刷开出来，迄就是魔鬼来指导的来讲的呢，无这个经的依据。所以有真多不如法甲无正经的所在呢，吼、哦，真正无正经是因家己想的、家己钓的，含这个经内底这个弥勒上乘经、甲弥勒下乘经，以及弥勒大乘佛经，完全出入真大，所以叫做无正经的经啊，安听无？无正经的这个法，安了解吼？尤其是弥勒下生因缘，又搁将这个众生误导误导，所以在一方面又搁让众生错觉和怀疑弥勒净土真实性安尼。即嘛就讲今仔日会出入这样大，就是有哪号一贯道安尼甲你加油添醋，添甲规个拢反味，食着拢会变白个着。安听好无？好，因再悟出来，悟一个明初在的吼。哦，所以有一挂佛教徒认为啦，所以变成认为佛教徒在怣的佛教徒，在无知、无知性、无智慧的在佛教徒，安怎样认为弥勒是一贯的信仰对象啊？呢，安有悲哀无？这是家己无知啦哈！人讲一个啊，家己都唔捌，安尼啊，就是讲迄个就是一贯的个信仰的，唔知讲弥勒或是继承佛祖。释迦牟尼佛了后，就是伊要成佛的，啊！才在戆的戆地主的，就是人家十绝头，他他恐怖的，在戆地主。安听讲，迄啊人迄弥勒是一贯的信仰，咱佛教哪有迄？吼、哦，听好无？所以呢，佛教徒讲佛教徒唔当信弥勒，啊！搁再学一挂无耻的法师，搁再加油添醋的。所以这个呢，也是讲扰乱视听的这个音声。今仔日如果咱若无引经明确的经证，这个书信的到处净土，永远都袂当弘扬无实安尼。好加载，吼、哦！这个时代内底人，你既然有95%，而且又搁惊西方净土，你搁敢讲这边5%呢？今麦我甲你拼一个，好拼紧一个，吼、哦！甲拼一个，好拼50%。现在差不多要有了，反正知道吼，甲拼起来。因为韩国有一个寺院3000几个人，
因唔知影，这个是我早前十五六年前听弘印大师讲的。韩国有一个丛林，内底有三千几个出家人，拢总结行到处乱耶，即嘛哦，哦，所以小低小贱的人，干那伫个圈圈小圈圈内底讲的，伊唔知讲哦，这个小圈圈内底人，都有95%计行西方，5%计行到处。伊看唔讲，今仔就搁再甲比较看一点嘛，比当时的印度，啊，甲即嘛即个韩国。安尼甲比起来，应该就唔是迄个5%尔，吼、哦，安尼甲加起来就不止5%。啊，即马10年来，咱个弘扬来，我看应该有平衡啊，吼、哦，应该有平衡啊，较对。行西方也是对，行道术也是对，这里袂使讲遐都唔对，但是行好对。你做法师的人讲讲好正确，安尼应该较对，啊，唔是去比人较济。哦，因为惊道术的惊西方净土是圆形道，你是要去的所在根基算啊哪呢？安听无？啊，你若惊道术的呢，是不苦唔惊生死呢？要不是道家诸旁来要救度三宝世界众生呢？这里是经典都安尼讲嘛。虽然去西方下当来家无唔得，但是何年何月唔知影呢？唔知要经过几万劫唔知影呢？这点一定爱真分析和明确，安尼才会使得。吼、哦，所以即马即个就是要搁甲注意讲，今仔日如果若无因经证明确来甲经证，那么头前已经经证过啊吼、哦，那么书信的道术论永远袂当发扬无邪，所以即种妄见。的人啊，甲这种妄见的法师，吼、哦，会误导众生错信，妄想导致净土这个机会。今仔日依据净土有关的这个教典，哦，净土的教典就包括西方净土、甲道术净土，这几本的这个教典来这里，譬如讲道术论语就是上生经，啊，这个西方三经就是阿弥陀经。他这个无量寿经，甲佛说观无量寿经，抽出几段经文共同参考研究，以便哈已经精进实地，看免以讹传讹来误见误人，阿妈较会好在法师减少一寡罪恶案，何以家己会当去更加深入去了解了，唔通搁再讲唔对话，哈、哦，来西方哈、哦，这个两个净土，西方净土。啊，甲这个个道术净土，两个净土共同点安尼，咱即马来甲比较，吼、哦，因为拢是佛的净土啊，啊，当然有共同点甲不共同点，伫咧，咱即马先来讲共同点，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道术类伊嘛是净土，虽然伊西方净土是伫往昔去十万亿佛土的其中一。十万亿佛土，一个西方净土，啊、哦，就是这个三宝世界以外的净土，啊、哦，安怎样？不过道术在咱这个欲界天内底第四天的这个轮圆的净土安尼，安怎样哈？所以欲界第四天的道术轮圆，众生会当往生这两个净土世界，啊、哦。各个界的不退转，无不相道。这两本经典拢安尼讲，是净加万字一念。譬如讲不退转是相像意思，唔过净无相道有诶较净，有诶较慢，有诶净，有诶慢安尼。吼、哦，这个就爱有一个低俗有分别，唔是一般浅见诶人讲往生道术将来一定爱搁来人间受生死轮回。这个叫做浅见，这个才是真正的浅见安尼。啊，要注意，因为经典中上圣经记录真济点，讲受着弥勒接引往生甲道术净土，个个皆不退转入无上道。吼、哦，那有迄个佫讲起道术净土，得佫念佛往生西方，迄、那个叫做真正的浅见啦哈。所以要甲注意讲一个吼。一般浅见人讲，往生道术净土将来，还佫在人间修善之路，唔是啊。
是因为你有发菩提心吗、啊？你不为生死啊，要来这个所在成愿救度众生啊！这个在弥勒上仙经内底，连咱的咱迄个经典内底第八页佛陀都讲安尼啊！你不为生死啊，为着要无上菩提啊！今仔日你才会不断的出生入死啊，来要这个娑婆世界救度众生啊！哦，这句话未使讲唔对去啊，是成愿来，唔是讲伫迄到处外面享受了福报尽了，佫再来，唔是安尼。哦，这点一定要真清楚。做往生西方，伊即马讲往生西方可以伫修持补处啦。啊，你若伫西方会当修持甲补处，这经典是安尼记录，这是对哈。唔过你嘛，就爱来娑婆世界度众生呢。哦，你敢未当讲迄个所在唔免你教育，迄、那个所在拢善人啦，免你教育，你就一定爱去出生入死呢，成愿来娑婆世界度众生呢。安尼开渐渐初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到这个部数呢，合解这个道理是安尼讲啊对，唔是当迄个所在干当咩食饱了后等到部数啊，那安尼这个大慈悲心就唔免啊，福慧双修就唔免啊，对不对呢？所以现在讲往生西方净土，佮得修部数，不必再受人间的生死轮回，好、哦。安怎样无？伊只稳当当就点点迄个所在，特别等甲做分吗？安尼就违背迄个啥？彼地相闻甲好为故作啊，道理啊！煞毋是这段时间就过来往生三宝，还是往生他方？诶，这个苦难的国土去度众生吗？哦，安尼是比较较合理啦，较会当符合彼地相闻，好为故作，安尼是较合理。现在这个无量寿经观下讲安尼，咱现在用个比较相像呀。愿生彼国，积德往生，自不退转，唯独五劫归本正法。伊讲，如果你若是愿意生去西方极乐国土，哦，你一定会当，但是一定要注重哦，三诸念的性观行。哦，啊，你如果哦，伊讲你若去西方就不退转了，这是对。经典中无量寿经是安尼讲是无唔对，不过呢，五逆罪甲诽谤正法的人，排除伫外口，唯独五逆，啊个诽谤正法，啊你今仔日去弘扬西方的人，啊你一味强调那边的好处，啊个注重这个道术论义，甲讲会讲会模糊去，啊你这个唔得诽谤正法了不？像头前去讲的。这、那个道场甲徛站，啊，甲这个净土十二论的第七义，这个作者，伊唔知有影真正往生西方无？因为因虽然无五逆罪，不过因有诽谤的正法，所以这三位我有考虑，考虑到底因有去无？啊，这三个到底伊伫对对来？啊，甲即马现在一寡个诽谤道术的人。伊到底会当去袂？啊，因个诽谤道士，佮注重西方净土，而即个基本因素，佮基本的修法，伊无共全体讲个好势，佮简要，真简单，讲讲念佛就会当去，安尼共简单共包括，安尼因唔知会去袂？因为你已经五道众生唔知会去袂？今仔日我有听净空法师。下到十二点到一点，伊计讲一句话呢。我有哪个事？伊讲起码念佛的人吼，要换糖啊饼要吃呢。讲太奇怪，念佛的人要换糖啊饼。伊讲起码念佛的人有一个好处，计讲教，就是你会当生理好，会当平安，会当环境好，会当生理好呢。伊无要讲讲起西方净土，即、這個、基本道理。啊，所以即马就讲念佛的人，伊都受着这法师的误导，所以叫做啥？念佛就是要先成就现世世间的这个福分，伊无想讲念佛是要去西方的基本条件。所以伊才讲一句讲念佛的人，干阿要换糖阿饼食安尼。哦，我感觉阿都有道理啊。啊，谁那因来变安呢？所以念佛的人谁那个变安，就是算不是佛教法师误导的嘛？哦，安怎样不？所以这种。因今仔日，譬如讲西方三经内底的，还是讲四经拢好，吼、哦，还是讲这个叫念佛圆通章，还是讲普贤行愿力，
因即马注重综合起来，迄、那个有难有易，啊，甲即个西方九品，而即个法义上无共真相者先顺，伊干那讲一句两话，吼、哦。安尼我看有诽谤经典的这个问题，吼、哦，比如讲一条路，都应该一千公里才会到，你敢那讲讲一点啊，一公里就到了，安尼这个就是有误导众生，这个就将成分就掉，吼、哦，所以现在底下讲唯独我这个，就我个做袂使哦，佮诽谤正法也袂使哦，啊了解无？哦，佮再来哦。文处经者，无无上道全部推转，是故应当专心信修，时常说行安尼。那么这句话，有那是无量寿经讲的，这句是安怎讲？这个是说明往生西方弥陀净土，有那绝对不推转安尼。但是绝对不推转，可是文处经了，愿意往生者，安尼会当往生，哈、哦。不过当然要看个人是不是专心信修，啊，知影这句话哦。有个持诵本经，有个讲诵本经，有个讲说佛法，诶，一切善行有无？啊，那这句讲说佛法一切善，譬如讲我今仔日伫这个三品九生来得灵，我应该修啥？我修什么会当往生上品上生？这个善行，啊，我那是安怎修，我会当往生上品中生？我若安怎修会当往生上品下生？我若安怎样修会当往生上品中品上生？这个叫做善行，是不是伊讲在说法的法师讲交代真清楚？知影无？一定爱讲讲，要求生西方，一定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为起点。修菩萨都较来符合阿弥陀佛，而且个圣人一点嘛呢。好、哦，啊，在善行安怎修有讲讲个无？因为再有一句专心信修，徒上个说行呢。哈、哦，一个叫做所以世尊又个讲安呢，愿生安乐国家，可得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哈、哦，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句话看有无？敢看有？有哈！伊讲你若是愿生，安乐国就讲指西方啦。你若愿意升起啊，你有哪会当得到智慧明达？就是去个所在求智啊，哈、哦！求智净化内摄求智，哈、哦！啊，功德非常殊胜哦。不过你伫这个世界内底人，你唔通讲你要安怎样就要安怎样，你要食吧就要食吧。吼、哦，啊，要逃逃就要逃逃，要下营就要下营，啊，无要境界，伊讲开你讲，唔通恢复境界啊！你若恢复境界是无可能完成安乐讲呢？吼、哦，啊，你若要作业，啊，要搁伫这个世间贪五欲，要搁享受，你哪有可能去啊？人佛陀这两句话甲你交代干呢？所以得往生的条件是包括未使犯五欲罪，未使诽谤正法。吼、哦，如果一个进修西方净土的弟子，啊，你觉得因为你偏爱自修的宗派，啊，你觉得要行西方，吼、哦，啊，你就偏爱那边。可是你无理解八宗的法义，嘛无明白八处净土这个思想。比如讲，你今仔日干那想讲西方，啊，你也唔知道道术的思想，啊，你看伊咪讲那边，啊，就诽谤这边，吼、哦，随意出口批断呢。安尼是毋是互诽谤正法的罪？会袂？咱怎么想？因为这个净土是佛陀讲的，那么这个净土嘛佛陀讲的啊。啊，你为着兴趣西方，你来诽谤这边，安尼你有有诽谤正法了无？是毋是安尼？因为别种的这个宗义，有那是出自世尊的金卡，吼、哦，主请主位在弘扬西方净土，诶，在大法师。吼、哦，阿、啊、家这个大德，好好注意，唔通唔着讲着话，一定爱讲话谨慎安尼。所以从三上面三段这经教来甲看，下当往生西方净土时，是由信仰意愿，阿、啊、个修改忏悔逐步进修，较对。
哦，你第一你要有心讲西方净土，阿弥陀的殊胜恭敬，哦，啊你得个愿意呢？哦，啊你这个意愿都要深深呢，所以爱个修改，因为头前讲未使开悟境界啊，爱个修改，爱个参悟逐步进修，安尼才当往生净土这个效力，哦，绝对唔是你一挂人这个浅薄的信相信就会当往生的。绝对袂使讲一句念佛就当往生，吼、哦，袂使安尼讲者。念佛的一心不乱，这是爱注重，甚至十念是一定有那愿意爱念，甲一心不乱，一定爱讲讲好，互人去好好努力，努力甲在生修的中间一心不乱。所以千万唔通以讹传讹，殊何文化者，伫进修中分段。吼、哦，既然遐简单，我就凊彩就好啊。哦，唔通安尼，所以注意应该明白，要立地成佛嘛，就爱未使无放掉渡刀呢，对不对？你今仔日讲我要来西方，啊，你搁贪着这个咱这三宝世界这个五尘，那有可能？哈、哦，放下渡刀才会当立地成佛。啊，你若讲原在要搁太低，啊，你讲你要成佛，世间哪有遮好康的？你搁在原在五界不朽，十善界不朽，你讲你要去成就国土？哪有遐好看？安了解无？所以一定会记真下，然后好好礼佛、忏悔，吼、哦，啊，甲以往的这个业障，不然的话呢，往生前众业现前天身，吼、哦，看你走会去的未？绝对跑不掉，跑不偏离。所以一定要讲讲哦，详细清楚，唔当何在戆地主对你在戆话啊戆法。无私众生、无明众生来造成错误，你走未去，在地主那走未去。吼、哦，这点一定要慎重一下，请再法师以后卖乱讲，乱讲是不通的。好，弥勒尊好，好。